我要蹲，我要蹲马可，兄弟们，我要蹲马可。马可，快来！逆天，这个塔没法守了呀，怎么办？雪豹也白吃了，他对我有想法。这个锤子马，先预判一手，借一技能大招。不是，我怎么烤了个猪啊！我靠，我觉得还可以的。二技能挂住，不是他有大招啊，先把他推出来吧。先撤，边拉扯边打。嗯，怎么说？刮一下苍穹点，不死就是极限。来，兄弟们看好了，我要把他们全给推出来。我来了，我靠，推这个破窑，哪吒飞了呀？那我们也跟上啊。怎么说？先不要上，等对面关键的位置啊！一闪，潇洒离去。哎，等我会儿，我来了。哎呀，进化先不要交啊！跳，再跳，再跳，再跳！哦，这波太爽了，极限太爽了！刮一刮，不是刮不动了，我先撤了。不是，别追了，别追了。别追了，哎，怎么说？过墙，你看，我就说他追不到吧。先给一扇子，拉扇子啊，拉的一定要稳稳的。再给一扇子，不是怎么都空了呢？什么？他居然敢上？有破绽，直接踢三个，这波怎么说？来，抓吕布，一闪，嗯，大招直接推 G 二，不是我，现在需要博弈了，兄弟们。拉扯不能被他皮，被他皮就废了。再给一扇子，人呢？我靠，先走先走先走，宣策来。不是这个为啥没抓到啊？我靠，我服了呀。哎，